少见，少少吃。因为这其实很多东西，他们都是自己制作的哦，那个面啊、鱼圆啊、鱼饼啊，还有叉烧，全部都是自己在家里手工做的。哦，这是什么鱼来的？这个鱼很，我好像没有吃过这样的鱼的味道。它其实是鳗鱼，用鳗鱼来做鱼丸。对，第一次听过。它的肉呢，他们就是全部浇打成酱，酱然后做成鱼，然后都不是糖啊、含糖比较。所以这些鱼，我们一个礼拜呢都需要做大概两三种。哦。对，因为他们很快的就会坏掉，所以如果不卖掉或者不煮的话，它就会坏。所以我们都要叫鱼丸，就每个礼拜都要做完。他那是谁呢？你阿姨啊？对，我的阿姨。好，好。哦，那老板是你。我的舅舅。哦，包哇，叫你吃这个吃到从小吃。对，我们从小吃到大，所以其实我到了新加坡后，我在外国其实都吃，如果真的吃鱼圆面都不吃鱼圆。不习惯哦。对。我现在吃了这个，我看开始有，我也开始不习惯。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会不习惯吗？我一定要回来家乡哦。对。来吃这个家乡味。它鱼圆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完全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，因为它很小颗。我很稀奇的听到，因为用鳗鱼来做鱼圆，第一次听到。对，因为跟外面什么鱼圆，它的鱼圆的大小呢就很不同，这边比较小颗，就是因为它都是纯品种，很结实啊。对，它不是，它没有加面粉，所以它不会想说什么有些人这样说，我可以弹得很高啊之类的，它都不会这样，因为这是纯鱼肉做的鱼圆。对，因为它这个香味哦，就是。还有很特别的香味，不是那种甜的，是香的。我听说他，你说很喜欢喝那个汤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汤哦，它跟鱼圆一样是一种香味，有鱼香的味，不是糖腻的甜味，也不是味精味。对，因为这个汤头呢，其实没有含到那个味精的，都是用那个酱仔熬制而成。啊，我听说你亲戚还有。一半是吗？对，这是我就是还有一个是我四姨拍的，他们不同在于那个辣椒。对，一个这里的那个是辣椒粉，是我的公公那里采下来的。哦，这样我们现在去吃吗？等一下了，应该饱了吧？带我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我们走吧。